球打进去，金花这球有没有机会？这球又出去了，冲冲！分了四轮之后，第五次上来面对丹宁，敲出了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从来没有见过的比赛是什么样的一个？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十支的全垒打。我们一开始爱情盖小丽啊，对不对？你那个历史那么战绩那么辉煌，哎，贵族怎么在？一生在台湾继承棒球选手不行。哎，台语啊！哎，台语，台语，台语。哦，现在要开始啊嘛！我你看镜头。OK，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开始哦，不要搞人家。好，关心台南政治，讨论台南新闻。台南政治大小声，台南政治大小声。我是主持人蔡芳如，欧弟妈妈，她是欧弟。OK， 我们这个礼拜呢，要访问一位神秘嘉宾，他是谁呢？他是我们台南的棒球巨星，曾经呢在巴塞隆纳奥运呢，对不对？棒打西班牙是。奥运赛全世界唯一哦，叫做完全打击缔造完全打击的张文忠张总张教练，也是我们现在城市棒球队的教练。张总你好。大家好。你也麦克风给那都可以给他关心我不要紧。我们今天还有邀请到那个热爱棒球，从小热爱棒球，然后被棒球遗弃的张梦辉张先生来。嗨，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OK，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台南市的城市棒球队的训练基地。然后，我们今天呢是希望呢，以这个台南基层棒球队重返荣光的这个主题呢，来专访张文忠张总张教练。张教练，我能不能了解一下你的过去？你是台南人吗？我在地台南人啊，小时候小学立人国小毕业。立人哦。立人国小。哦，刚刚现在有中校呢。啊，中校是国中啊，中校、哦、国中那阵是因为啊，我是那个叶豪做啥当人哦，啊，我是晚一年进去，我剩学弟。哦。所以我国二的时阵，那球队解散了，然后我就直接北上去读。龙工，那个，所以你跳过中校呢？中校读两年。哦，读两年。所以龙工是中华中学。龙工是中华中学对吧？哦，中华中学就做最高了。啊，那时候就是那囡仔，那生囡仔，十四五岁啊就出国呀，一直到大学毕业，搁伫外地，哦，伫台中拍俊国。啊，32岁，才回来台南打通的。哦，对。听讲你以前是劈甲的哦。我肯到台南大学。来，你手我看嘛，你肯球迄支手啦，惊死哦，够长的。所以你是左投。我左投。左投。曾经是被期待的一个左投了，俺台湾称左投。哎，他就足球啊，足厉害的。我的时代是。曾经被瞩目跟期待啦，啊，但是家己都，咩讲，一个投手养成无啊简单啦。超过头。心理、生理，啊，搁环境、教练，啊，足侪原因啦。一个，所以我直接要讲啊，是拍棒球要成为顶尖选手无啊简单啦。但是你是本来是劈甲底，啊，是安那转打击了，会原来拍到遮水咧？应该是。这吼，这梦在咩啊讲？运动神经好，天分好，什么孩子？去看爸爸妈妈的 DNA 嘛是有可能是。你爸爸妈妈 DNA 是安怎看？安怎看？我看囝的，应该是应该是本身的一种运动神经啊吼，本身个人他的运动神经加反应能力加敏捷性，你若包含的话，当然要练就紧啊，较有迄优势伫。欸，所以可是你之前念立人国小，立人国小本身内底都有棒球队的这个传统吗？我这是做个接着一个话题哦。好。咱拢知影即马，但是
我所在台南市囡仔因为少子化嘛，囡仔即摆拢生足少。无唔对。其实我较早咧足球队的时阵，我小学五年级接触棒球。五年啊吼。就光立人国小五年级哦，都去了六十几个。光一个年级哦，一年级就有六十几个人哦。所以我有点怀疑讲，因为当时球队嘛无济，万一你说那立人国小、公园国小、成功国小，搁海当，海当哦，对对对，海当，安南区啦。诶，迄阵少棒加外地加这四队有呢啊。重学迄阵阿袂有得滴啊。迄阵无重学嘛，无蓝鹰，加长隆，吼、哦、啊。国中部刚刚是建新、建业，建业最高下了，对对对对，今麦已经无好好啊啦。建街什么什么水交社文化园区哦，对哦对对对对对，系啊。所以其实阵球队无济哦，啊囡仔济，啊今麦都倒变球队，恁感觉球队无够济，但是我感觉球队是比较早济多济。真的吗？即马台南的球队，我还印象中拢无足侪鲜花。我讲国小啦，啊，重学，啊，搁有对啊。哦，咱台南市校方，丽人搁有。有高精的哦，哦，啊，搁有永信。永信，哦，我即马刚刚开始的。以前无听过呢，啊，所以你的意思是，即几冬来，咱台南市的国小。已经开始有安尼基层在扎根吗？基层扎根哦，这是要讲，就是讲像我感，像我感觉来讲哦，你向下扎根是一定来，但是我感觉讲，即卖囡仔因为生少，我个看是安对唔对，我唔知影，就是讲囡仔生少，爸爸妈妈较疼，对。啊，你即阵囡仔出来是跑日头，像我主持人讲话变作乌。聊很济，那是我多的。真细人超了诶！你若讲学拉球，伫室内拍，有可能培养高较，但是你自细人伫外口咧拍，你爸爸妈妈看到，唔甘啦。即摆囡仔，即摆爸爸妈妈，较早阮细人时，爸爸妈妈可能为了趁钱，规工学滴个。你囡仔要创啥，有可能嘛，阮无看。等到伊拍球，等到欢喜，伊有人帮伊顾伊个囡仔，啊，佫有当时啊，佫。佫有点心通食，啊伊感觉囡仔伫遐足安全，伊也袂学歹，啊就许拍球，啊所以较早囡仔较肯食苦，我感觉这是重点之一。较肯食苦这件代志真要紧啊！真要紧，你若像我拄仔讲五十几个，一个五年级，光一个年级就捡六十几个啦。恁迄时阵就61年，就60几个啦。即马一堆职棒队保护区，迄个大编制的就。六十个啊，我譬如讲，这个囡仔，哦，学区的，啊，搁爱转学，啊，来的时阵搁爱看学校，诶，迄个班级内底有法度穿插这个囡仔来读一间。安尼点得足麻烦的吼，一个文员两个棒球选手，然后伊无法度，伊就去我别队同齐拍，同齐练，安尼都团结，向心力的感觉，敢若就无啥有。所以我感觉囡仔。有一挂家长，伊愿意给囡仔拍球，但是他不想让他就是全心全意变成竞技的一种形态。因感觉要互因休闲娱乐。伊感觉囡仔去休闲拍棒球，伊感觉拍棒球足快乐。啊，你要互伊真正的竞技的专程，就是专业技术的指导，比囡仔比他们输赢迄种，变到爸母啊较无爱。我感觉是安尼啦，所以。你即摆会感觉讲，啊，若有出现断层，尤其甲国中、高中，咱当时会出现断层的原因嘛是其中之一。拢有人我食去吼。你好诶啊，我比喻迄个桃园的平镇，甲新北市的古堡，伊是用啥？伊用钱，就是他给选手的环境卖讲啊，
读册免钱，食免钱。哦，优惠啦，佮甲你保证有可能会得国手。啊，佮会当升。过来，你每个月有两次的往返台南。哦，假设这囡仔台南去的，我去做好你顶尖要求伊的，伊一个月有两抓往返的迄种车资拢好还伊出。哦，所以有零用金。哦啊。啊，安尼话，因为半只脚啊，所以当时有当时啊，你讲咩老好的选手，你像我即马，我陈世邦个队，我要捡台南市的囡仔，基本上我都爱捡。安怎讲？你好，拢人捡去啊。你像台电啊吼，河库，伊拢公家机关，我嘛是公家机关，我嘛是公务人员的，但是伊的福利在目前咱台湾的种业余承办的一些环境内底，因两队那做选手的人的比较，就是因两队的优先考虑。哦，这是一个问题。敢咱好福利听起来就较好安尼吼，台电啊，你搁讲多一堆啊？合作金库的钱真多，台电嘛，敢咱球会讲未歹。算伫业余棒球，咱这好的选手，咱本台南市四级的。诶，选手，因拢会甲咱捡着对啊，咱要捡较困难着对啊。嗯，应该是讲咱较无迄个条件，还是讲无迄条件，无迄种，互伊感觉讲，我留喺台南市，因会做比较嘛吼，就讲外县市开互咱个条件，尤其爸母爱想讲啊去啊，啊甲伫咱遮比较，伊就讲，囡仔去啊，前途也好啦。目前的环境也好啦，伊就讲阿遐较好，好像比较看得到未来，这种感觉吼。无，其实我感觉是一种光荣感，可能就是讲咱台南市这个氛围内底，甲棒球这件代志，好像稍微无像咱古早无，看到这个棒球无选手，我大概即马是有哪有啦吼，啊，就是讲像以前阮细汉。半暝起来看迄个威廉波特扫棒赛，迄种情绪已经没有了。大家已经小可漠视这种体育这个基层的发展。啊，无你啊看，人迄国小一堆，迄个棒球选手行出，伊煞细啊，我拢安尼哀家咧。即马啊也无人会安尼嘻嘻叫啦。啊，所以这个其实咱台南吼，从古早到今嘛。细数我们台南的棒球名人，我看哦，迄我是话想要去接近的，拢无法度像即摆安尼，让你接近坐坐位。其实嘛无啥物啊，一样就是讲咱去从小接触这运动，啊嘛是咱的兴趣嘛，啊都。其实棒球带给我很多啦，这是熟悉的，带给我很多。你算青春的时阵就开始接触棒球。啊！迄时阵，你有享受到什么样的光芒？你有冇甲我分享一下？你伫迄个奥运巴塞隆纳迄个时阵，你迄时阵竟然讲出完全打击，啊！迄种感觉是啥？佮为咱国家摕一面奥运银牌，哦对，厉害啊！哎、欸，啊！佮以前佮有足骄傲的，对啊，外人袂骄傲啊！快出来，快出来，好势啦！迄、那个感觉是难得的经验。迄个要怎讲，我形容，迄心情歹形容，就是讲迄个当时啊，其实迄个当时我唔知影。你唔知影？我唔知道有这样。你就来球来就打。我多从大二无轻轻到大二嘛啊，其实我专门练打者，才第三年。哦、所以打者是我一挂迄个啥记录啦吼。啊，一寡有诶无诶，啥我其实不是很了解，是有人甲我提醒诶。迄过程我讲互大家分享。对，这要紧。我第一个全垒打嘛。嘿，全垒打。第二支是三垒安打。哦，想快跑。三垒安打。啊，第三支打二垒安打。第三个是二垒安打。第四次我要上场打击的时候，我的队友，他是那个现在是安永仙鹿的总教练吴思贤。吴思贤，你好。不用张总，你还签。欠一支一厘打，我欠一厘打一下，我完全打击啊，我完全打击一下。我以前唔知影。我这样唔知，我这样唔知。啊，所以你买啊紧就调工作咧。
我要去就紧张啊。哦，知影就紧张啦。紧张啊！啊，紧张，拍起来迄个来啊，种不营养的滚地球啊，克我家己的脚，造成那样的。你总过了对啦，哎，是是是，哦，你的医生，你的一个无细腻的对啦。无啦，紧张，一条球哪里错啊？当你要创造纪录的时阵，迄阵一定会紧张啦。哎呀，当时也冇讲，可能就简单了。不反省啊，但是迄个想讲，我才哦，是哦，这记录比较歹。你的反省不一定是一个啊，对不对？一三二一呢，我这多个一个，遐用十个呢。对，所以咱即摆讲到咱的台南市的名人啊，吼，是依在上做迄个崇拜是迄个啥啊？桂太丸。啊，桂太丸。来啊，你讲一下，伊啥物啊？因为桂太丸吼，国中的时阵吼，是伫阮后家。后家，一二年的后家，因为迄时候父亲已经创校啊，但是因无孝顺，伫阮后家。阮系后家国中的啊。对，我伊后家读册，但是伊是挂复兴，伊是复兴国中，伊是复兴国中。原底吼，伊毋是投手啊，伊是秀斗，秀斗你知啦，游击手。游击手啦，我知啦，嘿。我若讲唔对，你来甲我纠正。没啊，对，秀斗对。嘿，啊，即马花式斗是陈胜雄。Fasto 是一类吗？哎 ，Fasto 陈胜雄，伊接伊球靠背，真正够疼。啊，你才讲啊错，真正够疼啦。吼，是安尼哦，是安尼。啊，到了伊到中年的时阵，较转投手的。到中二较转投手。哎，因呾规批，因为父亲拍全国第二名，未当去迄个青少棒，迄个叫啥？威廉波特吗？盖瑞，不是盖瑞城。啊，以前我唔办。青少棒，我因为我输花样也比较我袂，第二名，所以俺规批去互中年捡去。哦啊，迄个郭泰源含张文忠的年岁大概距离多远啊？你们两个距离大概多远？我跟郭总应该差五岁。五岁，所以恁无六岁啦，六岁啦。六岁，所以差不多一个国小的迄个。我国小六年，高三。啊！恁伫陈棒时阵，感觉做伙共队为咱国家去拍名，唔捌，唔捌共队过。我对郭泰的印象就是，我印象中像我国小六年级，爱情郭泰很登场，伊甲日本西武队签约啊，签约。西武甲听者。啊，拄啊要去日本的前一个月吧，伊有来当球场。啊，我从国小六年级，我要比赛。啊，伊算来做贵宾啦，啊，穿一件西服的夹克。哦，迄件足水的啦。嘿，我感觉讲，你若囡仔看到迄，会想，我嘛要像你安尼。对嘛，这就是一种明星的迄个巨星啊。迄种感觉，像即摆讲崇拜偶像，啊，迄阵我看到可能嘛，这感觉。要有偶像，咱才有学习的目标嘛。我袂改，我袂改个嘛。啊，边啊对三四个拢迄个穿西装算社会边，经纪人，是不？社会边的工作人员，吼，啊，甲对调，我会感觉做，架势做好个，做咯，拍球就是安尼，你若要拍成功，要拍着内容啦，咱人个训练的过程那是恐怖，艰苦啊，是啊，我看你举手来，你看，你这支曾经是迄个台湾无敌左投，那个举手都是捡，台湾棒球的希望啊，本来伫遮啦，啊，即摆变你这支，麦克风不是啊，这个右手。然后其实庄胜雄可能是咱台南人，是哦。啊，庄胜雄哥较早，哥是郭泰源之前啦。庄胜雄哥比郭泰源较大。对嘛，庄胜雄是咱台南人了后嘛是去，逐届拢伫台南遮养成了，啊，着去别位发展。哦，足侪台南人哦，你像庄胜雄。叶志先、林花伟，即摆林老师即摆是咱台中迄个台湾大学的校长。哦，安尼哦。因厝是遮呢。所以，啊，伊看哩，咱人咧即摆拢迄个返乡来，迄个帮助我们台南。啊，结果咱台南的培养好的棒球小选手，都拢互人乌去即个中二也好啦吼，啊啥？是毋是咱遮环境无够？咱遮我知影。建新国中、国中有嘛吼？南英高工、南英三工，这间也有。海事有，啊，其他无。啊，所以无怪去予人误去啊，啊，无因要安怎发展啊？我只一个建议啊。嘿，你有啥物看法？
我的看法是应该咱会使对，咱台南是毋是有南科？南科有，啊、南科十迄个国中。无南科迄个科技园区是足侪大公司伫遐，我是讲，咱会使去招迄个企业头家，看会使用建教的方式。建教。比如讲，你讲赞助啊我。哦，冠名啊。冠名啊。因为做这关系，即摆拢听这个方式咧做。昨天有看到新北和和联建起。做这关系啊，你像咱较早来讲啊，学生囡仔较单纯的，卖讲含企业联系，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啊。是啊。你有囡仔较好的环境，你单一个学校啊，有当时啊，我歹听饲得起啊。你校长支持无唔对，校长支持，但是伊的钱、伊的资源有限，所以我是感觉讲会当的话。是名透过议员，也是讲咱个社会人士，爱棒球的人，啊去甲只企业游说，讲啊，咱棒球需要恁来，哦，比如讲赞助啦，吼，也是讲建教啦，或即间学校单一学校也无要紧，也是讲你要予咱当时的诶一寡资源要予啥物人，啊叫阮啊，比如讲体育处同意啊，或者咱个基层者。哎、欸，这看法很好。对啦，饲一支球队是消磨是足大个啦，迄一档哦，迄几百万、几千万拢有啦。无啦，你要讲安尼，人超商听着会惊啊。无啦，叫因赞助，毋是讲全部互我揽起来嘛。好好好。是啊。我的能力可能一档，我当赞助一支球队一百万，啊，你会当赞助一百万，伊就两百万嘛。啊，赞助我赞助一百万，伊一支球队一档有三百万。伊教练做好带这个球队嘛，选手会当食好，吼、哦，会当穿好、用好诶，吼、哦，安尼伊成绩可能会慢慢去提悬嘛。我意思是安尼啦，毋是讲一间企业赞助球队，我著买一个职棒队就好啊，吼、哦。对啊，你用 Aero 啊，无啊，机车人。所以，其实张总刚刚讲的这个概念蛮好的，因为我们昨天在这个。新闻上就有看到新北市的城棒队跟和联已经跟那个和联电器做这个冠名赞助，刚刚你的球衫另外有收和联啊你后边啦，但一当才三百万尔，一当三百万啊，安尼以新北市政府都唔免开遐尼啊侪金额，啊嘛唔免阁予议员多啊即顺吼，讲拢安怎袂开？无啦，应该开的钱也是同款，遐三百万就是予选手看会当加彩嘛，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张总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基层，比如国小也好，国中也好，然后由这个企业来做一个赞助，然后来赞助因的经费，然后这样子来做整个台南市的基层棒球的培养，可能会更加轻松一点啦吼。环境若创好，我感觉选手一定会留落来。对啊，无大个。因为伊当人。那恁的后生组囝讲啊，要离开咱的身躯边去外地读册、拍球，恁嘛加减会。对啊，上大家嘛唔敢。啊，所以你若讲咱台南市有较好的环境，或者囡仔愿意拍球的囡仔，啊留在台南市，对咱台南市是好的啊，对家庭嘛好的，囡仔看会着，顾会着。其实这对咱整个城市真的是好的。你看咱这现在台南市哦，大家拢讲是观光大城、美食大城。然后大家都要来观光嘛，然后结果呢，都在商业上发展，少掉这个人文底蕴的部分嘛。有，咱的文化嘛是拢一定有嘛。但是咱若做搁起这个整个城市的体育的发展，能够这样子越来越好。尤其台南这个棒球是咱的国球呢，吼、哦，如果能够在台南发光发热，对不对？东方威廉波特在咱台南指日可待啊！咱原来讲。前一年咱大市长伫在任的时阵，啊，甲我会记迄阵啊，甲一位吴祥木老师哦，吴老师因过身了。是是是。因当初就有一个想法，然后十年前因就有一个想法，要去亚太棒球村的。即摆咱的迄个贺树苗，迄个已经起好。历史博物馆边啊。历史博物馆边啊，对。哎，即摆要进入，要去第二期吼。标准的国际标准的球场，两地国际标准的球场是适合大人拍的那种。啊，伊即摆两地起好是囡仔的，
U12 让跑。哦 ，U12 已经 T2 了。U12 T2 啊，即摆开始当刚是大人的，就是国际赛标准。我第一刚刚黄伟哲市长有去当透了，对了，我有看。啊，所以你阵啊，就想，即我感觉这是对咱淡水嘛是好的物件。我感觉淡水物件好食啊，古都啊，什么一挂。对啊，运动城市，有够健康的啊，系啊。当初伊嘛是，我市长嘛是因为讲咱淡水都棒球的重镇嘛。对对对。啊，你欠一队大人队，感觉怪怪，因为有职业队、有大学队、有高中队、有国中队、有国小队，啊，佮有社区。对对对。啊，所以阵啊，在想讲伫咧六七点钟，哦，七八点。2013年啊，我想讲啊，无来组一队大人队安尼，所以到这個。咱总统有够爱帮助的啊！啊，佮耍来这黄伟哲市长伊嘛真关心啊，真有兴趣啊，啊嘛足关心咱球队，啊继续维持咱球队的正常运作。有啊，我觉得黄市长他本身哦，也是很重视啊。他本身非常重视棒球这一块。是啊。你看伊伫迄个本来那个亚太国际训练中心哦，棒球训练中心刘标哦。哦，然后他后来又一直努力去把这个建设给他完成，而且现在都已经在动了，而且现在 U12 好像2021年也是要在台南吗？高二零二一五有嘛？哦，那一点点手办三档啊，2021就要来了。我们办到2025哦。2021跟2025，哎，黄伟哲市长的任内哦，每年都有了，办到不是两年一套吗？那是。伊刚刚我刚有听到消息讲，国际棒总刚刚伫咱亚太这边遮，要继续办 U12 的种世界少棒赛，啊，指定台湾举办，指定咱台南。你看，指定台南举办呢，迄全世界的少棒赛 U12，是咱台南市的种荣誉哦。光荣，做光荣的。咱有一当看张总做伙伫这个棒球场看。有时有啦，以前有史努比啦，有史努比有一张啊。史努比改啊。我记得蛮清楚的，迄个时阵，你看那个，就是说那个 U12的现场，有囡仔，有老人，有伊的家长，安尼规个，安尼有够快乐的整个氛围。这个如果在我们台南继续这种情况，你看要偌赞。而且现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指定我们又获奖。两届也都是要在我们这边办，是啊，那俨然就是东方威廉波特的概念了嘛。只是我们现在要，因为我听讲 U12 迄个诶球队少棒队内底，咱台南的选手敢若无几个，这点爱有你来说明，我嘛无啥。因为赛，咱台湾要代表这队去拍世界杯，是爱经过咱台湾先来拍一个比赛。选拔赛，摕第一名会当选六个嘛，伊本身报名在，其他就二三四五六七八落来就看啥物人较好进入进，爱进十八个哦，20个，一对20个。啊，咱但是以往啊，你从前几届开始要选囡仔，因为这有年龄限制哦，伊国中而已嘛，国小。U12就12岁嘛，哦，12岁，伊啊，伊即摆目前国小啦，差不多我毕业潮，遐潮拢超年纪啊，哦，拢超介于五年级要升六年级，五升六，即坎，哦，对，到资格拍这 U12，所以你要搁建立即坎内底有符合标准的囡仔，就少啊，咱本身囡仔就少啊，搁要选即坎的囡仔搁愈少，过来，资质要好的搁真正太少。对啊，你看，前几届我拢做选训委员啊，所以我都了解囡仔来支持啊吼，看。其实咱坦白讲，若要比甲外环境比，真正差很少款。即我看法是。技术上啦，不是，无支持，哦，是体力，迄个身高。你想这个练武奇才嘛？练武奇才，你想那个弱，弱鸡，真的。这百年一见，百年难得一见的那种奇才，英国猎犬。哎，那个张总讲是资质啊。哦，你囡仔在练，你看到那个囡仔，你感觉到哦，真乖啊，体型真水。哦，有咧基本条件啊。比同年级的较有力。哦，对，咱大囡仔，假设是安尼，外国
关系，你拢记得？对啊，美国队大个，凶啊，大人个，嘿啊，讲什么 U12 啊，但是即届咱台南，不，咱台湾冠军啊，2019年啊，哦对，嘿，咱伫遮伫台南甲伊拍败个，啊，有的诶，像黄市长想讲哦，咱。那这边的2021看的，我到咱台南市提代表团的，即我嘛即马当咧努力啦，因为阮即阵啊，城市棒球队哦，因为阮的赛季用过啊，今年的赛季已经结束了，所以阮对顶礼拜开始，阮就拢固定每个礼拜三下午，礼拜六的一整天，拢去协助 U12 的这方面，因为 U12对。今年5月组起来，已经训练到即摆，已经要七八个月。啊，恁训练的学生，他们是从哪边来选手？又是用各学校，咱台湾。啊，你爱去各学校去训练吗？集中，伊个集中起伫咱文员国小小北西啊。哦，啊，所以目前恁一礼拜拜三、拜三、挂工、挂工啊，拜了几工咧？啊，恁内界有偌济选手会当互你训练？进去然后二十二个。哦。转台南市哦，伊已经见过啊，见两次，赛过了，见两次。所以就是咱要代表咱台南去拍选拔赛，即一批选手，吼，城市棒球队的张总吼，价格应该是进步足济啦。哦，我唔敢讲，我是去协助啦。所以恁遮的球员，城市棒球队的球员嘛是讲规行我拢提，拢去教，拢去到，教因的专长拢传授给遮的少棒的嘛。所以咱台南市的城市棒球队除了他们个人训练、自主去训练，然后球队训练出去比赛之外，他们也在辅导我们台南市国小的基层棒球的学生，那个去教育他们呢、啊，吼，圣母一定要传承的概念呢、啊。哎、欸，这边我也帮别人告嘞。韦泽奇亮是寄望这批，会当摕到U12的选拔权。这个是国，那会当扣六个。哎呀，咱若去台南先，由咱这个城市棒球队这边改，遐囡仔训练吼，水起来，然后呢，咱若准拍赢，就要代表国家去，对不对？伫这个全世界的。少棒赛，台南市会当捡较济人，哦，会当捡较济人吼。啊，对啊，这是台湾之光诶，这在国际发光诶吼。像迄个王建民啊、郭宏志、陈金峰，你看嘛呀，哦，目前阁有陈伟英，因伫迄个美国不拍球，结果规个国际拢知影台湾伫底。这个是一种，啊，你当时嘛是啊，你当时奥赛罗，迄个巴塞罗那奥运，人大家嘛知道，哇，这台湾诶。人家知影台湾伫底。古早我咧出国的时阵，高中咧出国的时阵，其实足侪像主持人讲的，无人知影台湾伫底。对啊，台湾在哪里？这属实。哪一点？你地图地好看，你摕阿多啊看，来你比着你台湾对，比后壁比啊，比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啊，你点都无看到。啊，没看到咱台湾。啊，所以即摆真正，咱台湾棒球真正是对咱台湾的贡献介大。所以咱爱棒球的观众朋友，希望恁真正支持咱棒球，尤其咱台南市的棒球，予咱台南市的棒球，搁会再一届吼，搁会再一届安尼发光发热。我感觉这是咱做棒球人，尤其咱台南人应该做的代志。这是我即马上爱做的，就是讲想讲看当 U12这边吼，当予咱台南市。2021年，台南市的代表团。就迄个即马二，咱要迄个即马就是2021啊哦，1月6号，哎，2021，啊，对，哦，啊，所以拢比迄个7月份比赛哦。因先5月20几个比赛先，啊，那就要到咱台湾拍选拔赛。吼、哦，5月份先拍选拔。啊，8月了，世界杯啊。对啊，因为伊阁有一个集训的时间啦、啊，伊在集训嘛，对，这 QQ 的一定要。5月份，然后有3个月的集训时间，这样子啊，对啊。嗯 ，OK， 安尼咱就期待吼、哦，咱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城市棒球队，咱张总来那个加持之下，会当予咱那个基层的这些小朋友、选手、小选手。哎，但哦，你这个 U12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安尼哦，那王伟哲市长哦，一定会很开心。对啊，一届棒哦，真正足好个啊！城市棒球队的，他还可以去教育他们的我们的基层的小选手。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留不住人才，然后但是呢，现在城市棒球队呢，他们为着这个 U12 的世界少棒赛在台南2021年，然后现在城市棒球队的所有的选手，包括总教练他们都集中台南市的各基层的这个国小的棒球选手，在文源国小在训练他们嘛，哈，所以南城市棒球队的这些大哥哥哦，现在都是进驻到这个基层棒球的选手那边去教育他们，其实这个感觉很有一点有那种传承的概念啊。然后国小的学生看到这些棒球哥哥这么的英明神武啊，他们也会自动的这个为着因安尼继续努力去打球啦吼。但是刚刚张总他比较担忧的问题就是，咱台南的棒球小孩的选手为什么无法都就是说基层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出来打球，有可能就是家长的原因，然后他们唔敢囡仔伫外靠曝晒啊吼，或者是练得太累，只要他们好像家长是和参加棒球队只是为了训练体魄或者是休闲，反而这样子的话吼，这种概念就没有办法训练出一个很好的选手。可是话说到这里，我曾经在这个2014年那个时候，2015年，南宁学生市议员林怡锦，东宁的议员林怡锦，他现在已经是立法委员哦。伊就是咱台南市上有名的这个叫做棒球爱好者哦。他当时呢，跟这个王景德议员还有吕维应议员联合质询，因为关切台南市的体育发展。因修仙哦，他们有提出三个问题啊，哈，当然留不住优秀人才这个问题，他们有提。那刚刚我们已经有提过问题在哪里，接下来呢，因各公的几件代志就是面临专业教练的不足，咱台南市专业教练不足，张总你有什么看法？专业教练基本上我了解啊，咱台南市你若想这个球队，他专业教练。才五个尔，五个，才五个尔，啊，五个佫唔是，就是专啊，譬如讲五个都在少棒，不是哦，他有少棒，有国中，有高中，所以基本上五个诶专业教练是不足的，啊，这个连带关系啊，因为你专业教练不足，啊，其他教练他们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吗？你我都想象。我无法度想象，那个想那个，哎，教练变那个教国中，个教国小。我这样讲就比较可能比较烦啊。一位教练，伊要来教囡仔，啊，伊嘛是有家庭的人啊，吼。对。伊一个月赚无了钱的时阵，伊哪会有心思，全部的心思放伫这个球队上？比如讲，伊过来去啊，厝的可能欠，然后囡仔教学费啥个？看不到钱，像伊的心思，我都全心全意放伫这个球队上，所以久而久之，伊就变成讲啊，我啊，搁爱顾阮厝，啊，搁爱顾遮个囡仔，啊，嘛搁爱顾成绩，所以伊有可能无遐济精神啊，吼，来放伫这个球队，啊，导致囡仔的素质啊，囡仔的技术有可能学无来啊，搁来变蛮少。比赛时阵，上球比人较歹去啊，这拢是恶性的循环啊。我是建议讲，即我唔知是谁在这个教练教练这方面在审核考核啦。我是感觉讲可以的话，棒球你若讲要棒球搁较好，得对教练先照顾起啊。这是一定要的啊。你教练先照顾好势，依靠心。靠心思，靠全心全意放伫这个球队顶头，所以安尼来的时阵，囡仔伊会专心去顾，伊会认真去吹，对啊，豆豆甲环境创好好，囡仔留会住，这相对的嘛，这一定留会住，留会住，好手留会住的时阵，成绩就一定好。啊，你若无安尼做的话，我是感觉尽快处理这个专业教练不足这方面啊。对啊。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学校是体育老师兼任嘛，兼任这个教练啊，没有？啊，那是跟他爬，老师的不算也要爬，是跟他搞，他只能教过因体能的问题，然后等到真的要开始比赛，他们才开始说啊，那集训水林专业的选手来改改，这样子刚刚我觉得要填鸭式，你那个在短时间去给他们一些东西，还无法多发挥个足好吧？对啦，希望，我是希望讲张总这的肺腑之言哦，相关单位若听到哦，拜托帮咱台南市的帮阮啊吼，尽咱大家的力量哦，会当让咱的台南市，让咱伫咱台湾算上强的。好，相关单位若听到，拜托一个啦，哈，谢谢啦。我们这个孟辉大哥，他真的是，也是出自肺腑之言的哈。其实专业教练，我刚刚听到张总说的了，一个教练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钱？然后他还去购厝、购囡啊，跟购上，其实好像是不太足的啦哈。啊，是讲够方便讲教练的那个一般的教练的薪资大概是落在三级半运呢？你敢知啊？欸，大概啦，但是确定数目我是唔知啊，我派生问较济，啊，总是人伊若生活会得过，人嘛感觉讲，哎，其实我若出去外口，人些我们135，其实陈世芳都对135，伫阿伯有幼师咧斗三工的时阵，阮135拢会去咱台南有九间国小，总共19间。啊，班扫棒、清棒、清扫棒，总共19间吼。啊，阮的选手拢都分配落去。恁的选手分配出去做教练哦。每一个校拢一个，两个。哦。啊，所以这内底有过着我咧问着啦，是讲这个专业教练的薪水3万多、3万5，应该超35000上下，即卡嘛，我感觉是安尼个。所以现在等于是城市棒球队的这一些选手们，还是去兼着去做教练的对了。其实嘛是兼啊，就是讲之前的赖副总统哦，伊嘛是当作做这个棒球队，城市棒球队伊就是讲要行销台南这是第一，对第二就是咱的形象。比如讲，咱去球场时阵，咱去其他时阵，咱就是要表示。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咱个形象做，咱代表台南市，伊第二要求就是，第三要求就是，要求我个选手就是要去支援基层棒球。嗯。伊知影讲咱个专业教练无够，不足5个尔。啊，所以伊个想法，我感觉是讲，伊嘛是讲，啊，咱遮都10-20个。20几个，伊顶年嘛是找一个教练的身份啊，伊虽然是球员，但是伊的经验啊吼，伊做选手的经验，甲伊看到的，其实拢找一个教练的迄种资历，不相上下的迄种感觉，所以伊嘛希望讲恁呐有时间闲的时阵，啊，所以我唔在提讲每个礼拜一、礼拜二啊、礼拜一、礼拜五、礼拜三、礼拜五的下午时间拢分出去斗球就对了。哦，所以你的安排是这样，所以可是张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专业教练不足？以你呀、啊，哈、哦，这么专业，这么长久以来在这个棒球界，你认为要如何去有一个比较充足的教练的这一个配备？对，我们要怎么把它补足啊？嘿，你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可以浅谈你家己的想法啦。我看麦啊，你有较什么看法？最起码。你有好好有球队的，就是要专业教练的。就是有球队，就一定要有一位专业教练。这个好好，你假设你今天要组棒球队，你就是要配一个专业教练，好不好？哦。这是基本，我感觉是应该做到这样。所以台南市搁欠14个啦。还缺14位专业教练，啊，这不就爱去体育局，还是迄个体育处还是教育局？这还体育处的教育局的啊。教育局迄个管辖就是体育处嘛吼，这应该什么单位出来处理啊？啊，要市长。我想这个哦，其实有像2019年哦，2019年
这个 也有一个议员啊，十一月的时候啊，吕维令议员伊嘛伫市议会有接受，伊讲哦，台南的棒球风气低迷，低迷，我们台南棒球怎么可以风气低迷呢？所以伊要求吼、要打造棒球城市啊。咱即马讲到棒球城市，好，我们现在有台南市城，台南的城市棒球队，吼、哦，基本的嘛，吼、哦。然后再来，咱做日本有人粉丝队，哎，先讲嘛。啊，无啦，迄种的算职业的，迄输赢的啊。咱即马讲咱棒球城市呢，棒球城市就是规个拢是咱爱咱台南市的资源嘛。第二就是讲咱有迄个亚太国际的训练中心了嘛，还有那个球场，现在 U12 球场那个少棒那个都弄好了嘛，吼。然后又在往那个标准的成人的棒球场去盖了嘛。后来，咱今晚有棒球场，咱今晚有城市棒球队，然后呢，棒球城市要安怎打造？基层的，基层的才上重要嘛。基层的棒球队不足，啊，棒球队不足，迄个教练，哎呀，你对开始啊。那假设那栋棒球队不足，我刚提到哦，你拿每个学校他愿意组球队，那基本上得要好丢。哦，足侪方面爱配合，校长伊愿意办班，即个学校伊爱开体育班出来，即相当我感觉一般即卖校长哦，你要叫伊用体育班，一般的校长他不是很愿意哦，因为现在升学压力比各间学校我听起来拢升学压力很重，升学压力伊看比健身运动竞技这方面较悬啦，即卖校长是安尼啦。啊，但是你若讲要打造一个棒球城市，你不一定安尼做，你较有可能讲，我都去摊牌一下去比较啦。啊，你当然，你要成立棒球都市，就是爱赢人嘛。哦，你若无赢人，你讲要用什么物件去人比？你就要成绩比人较好嘛，这是一定的嘛。打造棒球城市吼，这件代志。刚刚讲哦，其实这不是咱几个人的力量哦，有办法去完成的啦哦。其实刚刚张总提到，就是说每一个学校的校长，他们在这个2020年哦5月5日的时候，有一份报道，他也是说三级棒球的成效是不是校长要列为考评啦、啊、哦？那个是一个报道哦，那不是我讲的哦，就是讲。议员的质询呐，吼，只以市府推责任给学校，意思讲市政府是安内讲安尼好好去安内啦吼。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说，现在校长都觉得升学率比较重要。其实现在吼，现在教育学生的教育环境吼，已经有一点改变了。以前吼，拢一定拢爱考足好个学校，即马拢安怎呢？国中开始，他们就往技职发展。往职业的什么职业学校啊，去学一技之长啊，现在有开始在转变了、啊。我是这样看的、啊、哈、哦。那当然，你这个国文，我看到这个身为这个教练的张总，他其实也有一点的无奈了、啊、哈、哦。听起来了、啊，有一点小无奈，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说咱有一个体育班。但今嘛就是讲学生哦，他从小就知道他的兴趣在哪里哦，阿姨也专调，阿姨兴趣。然后如果说他喜欢体育，我们就可以把他变成有一个体育班啊。这资质很优秀的，像你这种哦，初强大汉的，啊，佮有那个佮高照的，咱就会当家己分起这个体育班，互伊好好阿去发展。哎，拜托的，今嘛王健林虽然回来到台湾，他现在还是有经纪约的啊，对不对？哦，阿姨，既然这国际巨星的台湾之光，大家也很喜欢啊，对不对？那我一定爱读册，读到做博士过来卖鸡排，哦，对不对？迄无意义嘛。到时你敢有感觉来看我？对啊，你做这样读到博士过来卖鸡排啊，真紧的啊。啊。搁有郭台铭批评讲，阿姨读到博士，唔知读到七档的博士过来卖鸡排。对啊，你若讲。郭台铭，哦，郭贵党诶啦。我是觉得哦，人要一技之长，这是一点啊。但
但是个人的兴趣，有个人求学阶段，伊的环境无多，互伊的兴趣会当，互伊专业，因为毕竟个学生，啊有爸爸妈妈的期待，甲咱想的是无同。但是啊，囡仔伊都爱拍球，啊爸母爸母讲，啊你拍球要创啥？拍球环境也无好，你拍球要创啥？所以这足侪问题无多解决，讲一个时间，短时间要改变这个。好啦，校长也好啦，教育局也好啦，比如讲咱的长官、咱职长、咱体育这边的长官也好，啊，佮校的校长、校的老师的观念，所以每一个观念无共款嘛。我徛伫我教育的立场，我当然嘛，讲囡仔伊来运动是好的，我感觉好的，运动囡仔是好的，但是有人的看法是无共的嘛。拜托诶，你敢知影即摆迄个啥物？美国大联盟遐个人，大概是好个，到尾去年呢，迄个郭董都比袂着的，无啦，郭董应该是比会着，那是全世界首富，那比会着。我是讲现在吼，就是说家长的观念也应该要稍微做调整啊。啊，伊读数学伊都硬读袂落，你硬要叫伊补数学，你若讲哦，伊做爱棒球，啊，你互伊练棒球，伊会耍到足快乐，啊，佮学到足好。对不对？这是那英文歹，你硬要叫伊读英文，吼、哦？啊，伊着读如果唱歌，你学伊学唱歌，另当做歌星，啊嘛做赚足济啊，吼、哦。其实棒球吼、哦，我是感觉棒球囡仔袂变歹。棒球囡仔基本上都要学着团体纪律。哦，团体纪律一定爱有啦，吼、哦。礼貌。哦，有，我拄只行入来，有发觉每一个人拢足有礼貌啊。伊就是爱有学堂制。看到比咱较侪，就爱点头问好，这是礼貌。这足好诶。基本礼貌就有啊。这安尼教育是足好诶啊。啊，搁团体诶，团体约束、团体生活内底约束，我想讲囡仔来学这棒球啊，卖讲棒球啊，运动啊，体育啦，运动诶。来讲，对囡仔来讲，伊基本上会学着做侪物件。为人处事啊，因为你看即摆囡仔话吼，逐工拢浸伫迄个电脑、手机啊，啊行路去耳塞塞住啊，无你看路，无你听你讲啥，然后这样子整个咱台湾的教育吼，当然是大家拢希望小朋友离开电脑，放下手机，走出户外。即摆拢已经咧宣导这个呢，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小孩子在这个时候。运动练棒球，佫会当增强体力，吼、哦，啊，大家身体安尼变到足好，安尼唔足好吗？只是啊，吼、哦，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那遐家长会希望小朋友去念书，他们为什么？传统的概念嘛，读册连刚刚有出路啦，拢安尼想啦，安尼你看，迄个教练，咱即摆来谈一下棒球选手的生涯好，生涯规划，对啊，因拢惊讲啊，连刚啊。无啦啦，然后看要安怎？无咧，来，棒球选手生涯规划，你爱分这个成功的甲无成功的啊？我来啊，你有成功？就袂当以偏概全。你咧讲无成功的？我的意思是讲叫张总先来讲一个成功的棒球选手，他的生涯是应该要成功的。大家往成功的方向走嘛，哈。对对对。来，迄个张总，咱来讲一下迄个棒球选手的生涯规划。这是迄落你面临，你阿哩以前行到即马，哦，你嘛行我一回，差不多。生涯规划半个月啊，其实你嘛，你会使去找啊，做者世界上顶尖的运动员破产啊一堆啊。是啊。破产一堆啊，伊就是钱管理袂晓嘛。哦，理财。乱的理财袂晓，啊乱投资，啊人讲迄个，啊弄个，因为钱侪，伊袂感觉讲钱太做成功。顶尖一点运动员，我感觉学运动啊，变成你的职业时阵啊，我是有，就是有一句话，我是讲会武之源是讲哦，爱学要秀，秀啦，守成对啦。你少年你就这习惯的时阵，咱豆豆啊秀啊，至于。该用嘛，该用嘛，该吃来吃，该吃就用嘛。对，就讲要把它视为很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啊，视为要珍惜的。啊，你若讲
若想讲咧较迄落，有我拄仔讲一寡停车嘛是一单趁一两千万美金诶，开了了去。所以听讲事业发展，我是会当讲是讲，要我了一点要台迄个比较年轻一辈的棒球选手，因为即摆开放国台高中生毕业的当入去职业棒球。高中生比较在讲，哦，哎，我这边有一句话，有一个观念要吼，咱这年轻一辈的选手，你有那种意愿要挑战职棒的选手，哦，你高中都毕业，就可以进了，这是好的哦。你用这心态是好的，你想要挑战，那心是好的，有一个目标在那好的，但是你要先考量你本身，你有法度适应这个棒球，在职业一整年内底的一挂训练，你本身你准备好的。你的身心灵准备好未？好先做。哦。做者好手，我伫业余即趴吼，我伫业余遮有做者，即个我少年仔入去两冬后出来，就是被试出来吼，就来恁问讲啊，恁遮够有需要阮嘞？哦。问阮这边遮。好。做者非常做者，啊是安怎？因为即摆选手侪，球队少，所以竞争大。啊，建议人吼，就讲你若感觉讲我本身还袂准备好，咱就先来读大学。嗯。哦，先来大学读好完，哎，搞不好你大学这段时间你阁进步。哦，对对对，你可以做啊。等到你的经验阁学着较好个时，嗯，签约机会阁会较侪。哎，阁较跳出来，阁跳出来，准备好啊，跳出来。我是觉得准备好了再做决定。嗯，这是我一个建议啊。所以。哎，你讲的安尼，就是因高中的一笔职棒这件代志，你会觉得要让他们自己身心灵爱准备好了吼，也不要贸然的进去之后，然后就被释出啊，我后边都要拢人变哪行？是啊。吼，啊，佮无学会一技之长，迄就是人安尼讲啦，讲你的棒球，你的运动选手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在未来，比如讲，若出职棒，你的运动退休了，唔知影要做是我甚物代志。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啦，我们台南的这个教练，专业教练相对不足，但是你说的嘛，我们的棒球选手很多，球队太少，所以如果能够这些棒球选手他们退休之后，退役之后啦，他们可以去往专业教练这一块去再更上层楼，啊，来教咱这些基层的，这些学校，那反。嘛是一个，迄嘛是算一个公职的迄个职业嘛吼，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啊吼，咱的政府哪阵会当有这种专业教练的机制？只要是学校有棒球队的，都有配备一个专业教练。那这样子，你看咱台南即马讲有高队吗？哎，佫欠十四个啦，我拄仔听人讲十九队啦，十九队的迄个。基层棒球的，一个国小的棒球队，如果每一个队都有一个专业教练，大家都不知道，原来这十九个棒球队里头没有，只有五个棒球教练哦。安尼变哪有搞？安尼咱变哪栽培出足好，还是讲会当出国比赛摕银牌，这棒球选手咱是变哪摕？哎，咱这个张梦辉，安尼两个姓张哦，我猜顶下拢叫张总叫出来。张梦辉先生，你敢会当讲起你少年的时阵哦，足向往棒球，啊，你安那小时候摕啥物哩讲？这个过程来小可叙述一下，互咱这些小朋友来看恁细汉是偌尔想要讲，佮无机会，啊，你看，讲。无啦，我环境可能别人不共款啦。安尼？细汉时阵哦，我国小三年时阵，我爸了买一支茶的麦打。我以前就有茶的麦架，那时候还在五棒，买一个牛皮手就给我。牛皮？所以我们都是班级，招班级，那个拜六下晡就去比赛，那个田，那个有空地就去在那比赛，所以我的装备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有很好的装备？对，我的装备最好的啦。这样哦，你看。你的头脸比我较好，我讲笑头呢。你人你讲笑头，你会出，你着出温啦。因为迄个上公因爸吼，伊上高礼物就是贫穷。赖副总统。哦，对啦，迄赖副总统讲的。前几工啊，当讲的。
啊，但是哦，因为我细汉时阵，其实我球队足少啦，啊，就是。你说学校的球队？哎、欸，球队足少，而且那也叫不叫人家成名人啊？我伫台湾啊，迄阵就是迄、那个。迄、那个你讲的爸爸妈妈就是叫爱去读册，较有出发。但是我就不是读册了啊，硬叫我去读册啊，吼、哦！我就爱运动，爱佚佗，我就不爱读册，叫我读册就，所以我就读无啥物成就出来嘛。所以上不成，低不就。哎，对，就是咱像迄个以色列安尼啊，像迄个犹太人安尼，伊个囡仔，伊个专长也是数学。伊就叫伊一直向数学去努力，就卖关英文啊，因为迄就袂晓，又无爱，伊就无兴趣。哦、我即摆讲是兴趣。哦，你爱用这种方式去来教育咱的下一代，咱台湾才会进步。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对，才有竞争力啊。对啦。啊，无英文的，无迄个英文不好，硬要叫伊背英文，安尼足辛苦的啊。对啊，我是希望讲吼，咱台湾市吼。一直以来吼、哦，拢出足侪棒球的名人啊，吼、哦，叫郭宏志、哦，王建民、陈金峰、桂泰文、阿哥庄胜雄，哦，咱下一个世代，那么希望这些人可以当出现啊，就是这像因成就这些人可以当出现啊，好、哦，这是我的期待啊。张总，所以我感觉讲。你今麦咧讲起来啦吼，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虽然我觉得他零散，但是他已经有把你的心声的说在棒球这一个世界里头的心声讲出来，大家都看到在球场上光辉亮丽的一面啦吼，无看到你安那艰苦啦，安那努力去练啦吼，我都希望讲你是不是会当小可形容一下。你讲你就好啊，莫讲咱即卖人安怎练，要安怎练？你上细汉安怎练出来？你讲你讲教头，人因讲迄种牛皮的迄个啥物呢？你细汉敢捌去有教练讲过？来来，我咱先来讲安怎讲好。对。诶，我会记国中的时候，我教练足歹，啊，我歹势讲教练啥物？免讲啦。我国中一年的时候，阮伫这淡水练球。但是棒球场咧，哦，即个棒球场。你各位听众，你观众，你知影什么叫做赤查某？赤查某，种草啊？你唔是种草还是赤查某？你唔知？啊，是毋是有迄刺刺的迄种？迄个连着乌滴的身躯的啊？啊，我才讲嘛。嘿。阮教练啊，比方说，就身体好，一个人拢是全部拢身体好，一个人身体好，伊也是，伊也向脾气也了，三个腾个，拢三个腾个。用练的，练一个。我只要我讲白话，转来，练了转来，脚只变是无穿衫啊，脚只变掉，个气拢掉，掉脚只变，啊只两个呾慢的。好伤啊！我鸟话。啊，若无落去，个棍啊，个教练棒，迄阵是。爱着小手吗？无啊，教练棒是假。教练棒寄起来，我看卖啊。这教练棒哦，我之前无秀一下，你知影这教练棒？哦，真的，啊，这袂讲究一下吼。伊讲，你若做了无好，要你来，咱就去，才要来咱讲啊。要哪讲啊？讲啊，真。哦，讲啊，鸟诶。啊，迄囡仔，有时啊，咱以前营养较歹嘛，3:8，迄脚伸较无吧，用对脚伸讲。你就听下边啊，直接着骨头的声，骨折啊，随后是温落，一个囡仔温落了。哦。你若像即卖咧，就拢投诉啊。一定投诉的啊，那有可能安尼处理。所以，我咧讲，我较早的选手，像拄啊张石讲的讲，球队少，拍球的人侪，即卖球队侪人少，我感觉无原因是安尼。较早的囡仔电台，我咧讲，我咪过来，你也过来。即摆囡仔，你来讲看卖，伊就无爱来。明仔就瘾啦。嗯，即摆原因是啦，你校，比如讲即摆有10支队，咱讲咱有10支队，嗯，啊是啊，一队拢差不多20-20个啊，有当时啊剩15个、16个，一队球队哦。嗯。我迄剩20-30个，逐工拢讲嘛是各20-30个，明仔就继续过来。对啊，啊即摆草莓族。
袂堪去讲啊，袂堪去念啊，咱也无讲啊吼。啊，佫一边我，你嘛印象足深，一场比赛输啦，分球啦，嘿，就一场足重个比赛，伊拢啊国中二，伫咱台南市比赛，一个锦标赛啊，毋是讲哦全国赛啥，嗯，叫拍干啦滚去输伊，输对方六分。隔两天伊拢无讲话，讲来咱今日拢要练球，啊穿布个，穿短裤，我知影惨啊。要冲啊！要操啊！先做600个仰卧起坐，600个，600个无力女生。我快先知影好。200公尺走60个，60个。哎，好个，操场200公尺，60个，三抓20公里，都60公里。哦。我对透早4-5点开始做到迄个下暗个8点外，较走第二抓个20公里。哈？20公里啊，走！啊，跳不了，两脚拍过来。20公里啊，走！20公里对于咱这龙义街，嘿，你说龙义街拢过过，凶从化区都画好个，就对于什么从学巷个、从学路一边、从山路一边，走伫小东路，走伫太祖庙，坐到顶来，大弯坐到顶来，拄好20公里走三抓，拄好60公里，所以输六分嘛，600个、60公里了。六，安尼啊！以后唔通输遮侪分啊！结果走了，嘛是无人离开球队，你要相信无？无囡仔离开球队啊！啊，够人咩号？号。啊啊！我讲白啊，我得了，我手我牵的，来等来卖跑。安尼。我牵着，我继续往外走，去走一步。啊！你是什么心情？你为什么要搁去啊？互人操蛋落去。唔知影嘞。对啊，迄阵也无未来，唔讲即卖有职棒，系啊，我有梦想伫迄个中原大，我要打职棒。你在台湾环境，办个环境嘛无遮好。系啊。迄阵知影有台电甲河库安尼。哦。嘛唔知影讲有啥物。啊，迄阵有迄个足球比赛，迄种憧憬嘛。去威廉波特，不，威廉波特已经离我交过啊，够。迄阵是算青少棒是爱参加盖位。哦，迄时我有知影，迄时我拄仔咧笑咧。迄阵的网络嘛，无像即摆。无嘿啊，迄时拢嘛是收电视，厝电视也无几间。哦，我都形容讲，迄时啊，会阁坚持讲要落去继续去拍。嘿啊，超到迄类型。爱拍球啊，其实我那是兴趣啦。就是很热爱棒球，迄粒球都飞去啊，无人看到的所在，小开心了咧。所以我感觉这时代无同哦，囡仔想法无同，环境无同，想法就一定无同。对啊，因为现在物资遮尔济，咱拄则讲的啊，网络这种物件，因会当去耍电竞，因会当拍片去做 YouTube。哦，讲了电竞。电竞来，各故事要讲哦。转哎呀，一技之长，我那天看新闻啊，一个囡仔，因妈妈，伊这囡仔。国中就无想要，无啥爱读书，就沉迷于电动玩具。我那年代啊，咱那年代啊，拍电动玩具是公司，系啊，佮有弄着嘛，袂使着，对，弄着嘛，公司。会偷食粉，哈哈哈。迄个囡仔，妈妈讲，妈妈，我袂读书，我要来耍电动玩具，阿爸要以这为我的职业。妈妈讲，啥惨啊！啊，这个囡仔是咧想啥？拍电动，一个月囡仔拍到怎啊是？伊哦，加拿大，加拿大迄边高薪我食，一冬的薪水连续800多万台币。哦，安尼哦。哦，安尼真的啊，这。伊甲签两冬，迄间公司甲签，迄间公司是因算讲北美有一个电竞的种联盟，啊，比赛够大，奖金嘛够多，啊，伊算电竞，迄个囡仔算 top 的，连甲学过。两单啊，签1700万。所以嘛是。你看拍电动，咱拍到出头。无，你嘛爱上头，拍到出头，结果有个人沉迷了，唔对，做在去。然后拍电动是电竞迄个朋友嘛吼，总是心态的话，做正面呐吼，不要做一些负向的那种。但是在球队就是讲教练拢会教咱这选手一些比较，比如讲伊拄只讲的团体的团队的概念，吼，啊，搁有赢的礼貌。有大有小嘛，这足要紧啊！我大概若种加减有机会看到恁含球员咧相处，大家球员拢对恁拢是那种整个态度很
很和善，袂讲像话。即卖囡仔拢无啥会去迄落尊重一寡吼人啊。迄尤其老爸老母话嘛，拢无人去无啥尊重哦，迄种态度都唔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棒球这件代志，除了他们的体能啊，对台湾、对台南，那种机会会当让咱能见度提高了吼。然后整个城市呢，变成一个棒球城市。安尼伫外口安尼，迄日本人，迄工程师有无来台湾南科工作，住在这附近哦。他们每天都在期待职棒开打，然后就拿着六瓶啤酒到球场，穿着我们的那个球队的服装开始拿加油棒去看棒球。你看，那连外国人来到我们台湾台南，都这么热衷这个棒球运动，何况我们身处在台南这样幸福啊，这样那个吼慢活的城市，那个比天龙果好太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公告家，我感觉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话想要跟我们网络前面的好朋友说一下。我们先从这个张梦辉辉哥来列共解个。我的意思讲，希望大家爱咱台南，爱咱台南的球队，咱支持统一狮，咱支持台南城市棒球队。啊，希望讲伫今年2021。因的成绩吼，会当百战百胜吼、哦。我的意思是安尼。接下来，我们张总来帮我们做个ending 的。我是希望吼，咱这 U12， 我做希望咱 U12 伫今年有一个啊，今年2021年咱当期有一个好的成绩，上好是会当代表咱台湾吼，去和世界这球队落去做一个比较就对了。8月伫咱台南市和顺寮迄个亚太棒球中心遐，8月应该是8月中。8月中啦、啊、吼。8月中。咱、全世界的 U12 少棒赛。对，会来12队。嘿。咱希望咱台湾是咱台南市代表，这是我上大的希望啦。对，加油！各位亲爱的网络的好朋友们，还有所有长官们。如果你看到我们的节目，我希望讲哦，今仔日访问咱的棒球巨星张文忠张总，其实是非常荣幸啊。而且呢，我们内心有多少人那么憧憬棒球？可是，在这个台南市的基层棒球，如何从底下扎根啊？要安怎让咱的这个球队啊，个教练拢有足完备啦吼？然后在未来，咱的媒体也拢起好啊。啊！咱未来，咱会当用咱的棒球来行销台南这个城市，让我们台南成为真正的东方威廉波特，好不好 ？OK， 那我们跟大家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下周再见，拜拜，拜拜。这一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经过穿越十连战打，三上跑者回到本垒得分，本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后也回到本垒，哇，黄天赐！这一棒一垒方向，结果穿越，起点一阵安打，车不偏，先第一个跑者回到本垒得分，可惜跑者被打下来。变化球，这一棒打出的在右半边，打得相当深远，这个球越过去了，起点一阵长打，哇，大会的打点王黄天赐。这个球打击出去是一个飞球，在左半边落地，落在界内，垒上两位跑者回来了。垒棒右半边打得相当深远，看看会怕就好，会怕就好，三分炮！郭成安这一棒飞出去了。挥棒落空，这球结果挥棒落空，哇哦！这球出手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这个球打得很远，哇！这个球塞又到，这个球出。
投手陈凯森今天投手俱佳，投打俱佳。这一棒把球打成在游击翻手接球之后传往一垒，结果比赛结束。中华队在这场比赛可以说投打俱佳，我们掌握了得分的契机，最后是以4-0击败了日本队，世界冠军 World Champion 台湾 No.1。辛苦拼战，这一次的中华队暌违8年，再次拿下世界杯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可喜可贺！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送。